盘点人类倒霉瞬间，最后一道菜做好了，先活动一下身体，我来教你。坐在这里休息一下，我踢得很准。谁允许你模仿我了？喝点咖啡提提神，在这里等你半天了。这地盘归我们管，骑车方便多了。上班快要迟到了，记录美好瞬间，看我腿多长，怎么没反应了？把手给我，这样游泳省力多了。我来表演个漂移，斑马线要礼让行人，这游戏太简单了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。下班回家了，天热正好冲个澡，